啊，我现在整个黏黏这样。我说别坐在你这边，为什么？不然没有位置。啊，那个嘛，那个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昂。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昂。这么的 kick 蛋，你很紧张吗？一下。你很紧张，你很久没有拍影片，对不对？点，冷静点 ，OK。重新来呀。不用不用不用。重新来。是不是大家最近啊很少看到我们拍网络爆红是法没法因为冇呢个嘢知你真是没有一直以来啊网络爆红吃法啊其实那个 view 真的是没有办法大家懂啦因为大家也对这些比较新奇的东西啊有兴趣但是最近啊就让我在 FB 啊我就看到一个吃法哇我想不到耶，大哥们，我从来啊就没有想过，哎，他是这样可以配，应该大家看标题就知道是什么了啦。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啊，炒饭啊可以配可乐，喝我就知道耶，很好喝，炒饭很好吃，但是它是漏了会哦，干嘛吃啊？哦，我真的是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像在之前呢，我们就是有用可乐去煮过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啊，我们有拍过的那个鸡蛋。其实那个味道 OK， 如果佢再入味啲啊，有可能真系再好食嘅。所以啊，可能个 video 冇咩人睇到，我觉得。啊，冇，大家都唔使揾，大家都唔使揾翻。因为个 video 已经好耐，嗰时好瘦嘅时候。但是哦，其实可乐啊也是可以煮很多东西嘛，啊可乐鸡翼啊，滴滴答答啦，啲咁嘅嘢。啲都做咩？其实我谂唔到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煮可乐蛋炒饭。知道冇食 ？OK， 应该唔使加糖啦，有冇？炒饭加糖？唔使啊！嗱，一看啊，你就知道你一次会煮了。OK， 这样现在呢，我们先拿我们东西出来啦。很怀念你。我哋而家去厨房做噶喎。紧要。我哋已经唔系忙。你慢噶嘛？啊！嘉欣，等一下你炒饭啦，吓。你要吃不了啊？你炒可以吗？我又不炒，我可以帮你做些事情啊，最重要。我可以啊。嗯，可以帮到你一些、啊。长大了，真的长大了。看看，虽然一个简单的蛋炒饭，但系都好似用好多嘢。哎呀，好多配料嗰啲。多东西哦。对呀、啊，真的还很多一些啊，这些料。阿轩，你帮我弄这个。给果果姐姐看的，看不到。哎呀，可以了。像我们的蛋炒饭就是很简单啊，就是有酸梅啊、盐啊、白油啊、味精啊、蛋啊，同埋蚝油，同埋胡椒粉。胡椒粉，我不知道怎么可以在这里。哎呦，白饭。OK， 咁而家我哋就正式开始炒饭。我同你讲，全部观众都好好奇你啊，做咩你一定要呢度炒饭？厨房唔用。唔系，因为这样我就感觉拍得比较清楚，知道吗？我都想攞個炒菜機嚟炒，但係個畫面。OK， 咁而家我哋就正式開始啦。首先就熱爐先。冇油嘅咩？可以炒到飯？啲油我唔記得攞去攞。哎呦，識煮飯嘅人咯、啊！哇，呢個叫識煮飯啊！我再拿你回來。OK， 可以可以，好，謝謝你。做一個會煮飯的人，你油都不拿。我的蛋炒饭简单，不用放油的。你们不会煮，或者吹逼逼啊？反正油都唔知啊。就来啊！开始放油，爆香死啊！成家好香哦，好香！我们整间家里那些都要洗完了。不用啦，不用洗完啦，以前都是这样拍片的咯。以前有厨房啊，大佬，现在有厨房哎。对，然后我们现在下鸡蛋，快要炒啦。前面有吗？来，哦，哎呦，这样弹过来这样。OK。再来，我们下饭。我同你讲，我假假地都识炒饭嘅，大佬。唔系谂住啊，怡宝先加流嘅咩？嚯！帅！够油啦！你们不要喝酒。阿欣一听到啊，可乐炒饭啊，他就有兴趣试。OK， 现在我们就下一点点的调味料，放一丢丢的盐，丢丢的蚝油，然后再淋一点点白油。Oh my god， 香！哦哟，香呢！哇，是不是很香下哎？哇，流汗了！味精呢？而家我哋就放一丢丢啦，系。你不就用手吃呢？别人都不要了，我吃。哈哈哈哈哈！你就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这样啊！我洗了手了嘛，才做的嘛。好不好吃？喵。
椒，白油仔。哇，香味，是不是香？是不是很香哦？可以吗？我要调到它就像普通的炒饭的味道先。我要吃一口。来，好做啊。OK， 最后呢，就是要教我们的可乐了。可以咩啊？可乐哦，它不是倒完整罐啊，它是放一点点这样不了。可乐系冚过晒嘅，你明啊？诶，哦，我成功湿呢，我再炒它收干一下先。那边可乐诶，前面。OK。可以啊。它好像整个黏黏这样喎，有一起糯味喎，有冇？有鼻都会湿咁样嘅。哦，你小心。真的有点湿。没有，闻到什么可乐味？可乐味。给你先吃。阿妹。哎，你先吃。你给我打个标签先来。哎，你有这就够了啦。好吃。嘿嘿嘿，我放给你。有没有好吃？这样真的。真的。好吃啊！将它整个卖相，佢就系一个好普通嘅蛋炒饭啦，只系加可乐嘅，冇肉冇剩嘅，就蛋炒饭嘅。闻系完全闻唔到可乐嘅味嘅。吃下去有可乐味道啊，甜甜地，有啲。可乐味啊嘛，好唔好食呢？我觉得系好食嘅，因为我炒。嗯，真系好食嘅，你试下睇下咪先。好怪好吃啊！怪怪嘅，点样怪怪？嗯，食多啖你再食多两啖先。食一落去带甜嘅，就带甜味哦。它其实就是普通的炒饭嚟嘅，只是哦就变成有一点点甜味啊，然后咬到最后啊有一点点可乐的味道啊，一点点乜啦，真的是非常非常少啊。如果系我自己觉得嘅话，对味道其实 OK 嘅，接受到嘅，算系好食嘅炒饭。但系我本身食惯开嘅炒饭咧系以咸味为主嘅，点解佢有啲甜味，我觉得怪怪。如果你是喜欢食物有甜味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试试个这个炒饭咧，还是不要放可乐之前好吃。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觉得。都一样好吃，有咩？有。哈哈哈哈哈哈！唔记得抌啲胡椒粉，抌啲胡椒粉咧。点多味啊？嗯，一样。加油，我觉得还是一样。最大甜啊，做最尾。但你不喜欢？我觉得啊，可乐啊，还是直接这样特别好。我来去等了很久啊，一直。我来一下。那这样我们就来个总结，我觉得这个网络爆红吃法是蛮新奇的，但是我个人那种觉得可以普普，没有到那种辛辣面的爆红吃法，哇，这样好吃，这种太乖。我还是觉得原味的蛋炒饭会不错，又或者是那一家的餐厅啊煮到不错，因为这个可乐炒饭啊其实是来自一个餐厅，好像是饭店的人来煮这样的。哇，这个煮的功力又强啲咧，真系好嘢啲咧。佢呢个系冇对外卖嘅啫嘛，即系佢煮嘅时候，即系可能朋友啊帮手拍低咁样睇到嘅啫。像我自己也非常好奇啊，就煮来试一试。或者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他是大厨，我是一流小。所以那个味道就普普通通了啊，或者你认为啊，你是搬来炒饭的话，是哪个炒饭呢？问我呀，大哥。我脸红啊，还是有点抖啊。没事，我不会让他走了。如果你搬来炒饭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哎，再加这个可乐，到底味道是怎样的啊？吃了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觉得怎样啊？我自己觉得就微妙微妙。我觉得无敌好吃。来。但最后呢，我觉得可乐还是喝比较好，可以配炒饭，但是在另外的配。OK， 那这样这一次的网络爆红吃法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啊，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也去我们的 FB 和 IG 看看啦。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拜拜。这样大家如果有什么食谱可以分享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给我们啦。对呀，对呀。嗯，有趣的话我们也会尝试一下。就记得了，以博心肝，不是心肝吗？
我给姨婆姓家。你是姨婆姓家的，而且我是姨婆姓家，我不是姨婆姓家的，我是姨婆姓家人。你别吵我。姓家人。的人来了。是家人吗？你有没有找到好友呀？